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试全新的变大五系列530 IM Sport。好，一开始我先来说明一下五系列跟七系列他们现在有怎样的变化。那这两台车呢，他们在改款之后呢，都放大车身的尺码，加长也加宽，然后车头造型做得很厚实，看起来霸气十足，气场很强。七系列的部分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分长轴短轴，一律给你长轴，车长来到 5.4 米的集距。好，那五系列呢，它一样哦，车长一举突破了5米，5060mm， 车宽 1.9 米，轴距逼近了3公尺，所以它是一台扎扎实的大型房车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，就是现在的五系列尺码呢，其实已经等同于过去七系列短轴版。换句话说，今天这一台530 IM Sport 就是要来接替730i 的地位，它就是一台自驾型的豪华旗舰房车。那我知道很多喜欢开五系列的朋友，他在下一次换车的时候也会倾向继续购买五系列，像我本身就是如此，因为我现在开的是 F10 的 520D， 我对这台车非常的满意，品质很可靠，但我尤其喜欢它的动力输出跟它的底盘调教，所以这次知道 530i M Sport 推出之后，我当然就跃跃欲试。因为 530i 它的动力输出比 520i 强劲许多，我相信更能够开出后轮驱动底盘的韵味，所以今天我们就直奔主题来谈它的操控表现。好 ，BMW 5系列是大家公认的兼具的舒适跟乐趣的房车。其实早期的5系列，它在调教上反而再更运动热血一点。那一直到 F10 世代之后啊，它逐渐的往舒适的这一端来靠拢。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因为这个等级的买家，多半是经理人啊、主管阶级，他们着重的还是沉稳舒适，好，所以自驾乐趣算是一种附加的价值。那因此呢 ，530i M Sport 它名义上是要接替 730i 的位置，但是实际上它的行路舒适性也几乎达到了旗舰房车的水准，只差在说它还没有用上气压悬吊系统。那开着这一台车在路上哦，你可以感觉到它很平稳，然后吸震性很好，底盘回馈很扎实，隔音表现也很棒，它就是一台很舒适的车啊，时时刻刻你都会知道自己开的是一台高级车。我们花300万元买一台豪华房车，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。那坦白讲，这样的高质感的行路舒适性，也的确不是豪华休旅车可以做得到的。那其实我稍早已经开过了新款的 520i M Sport， 520i 这个型号从128、134世代以来呢，就是五系列卖的最好的车款。其实 520i 已经非常好了，它方方面面都很均衡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喜欢速度感多一点，然后乐趣多一点的人来说，它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足。那怎么办呢？当然就是买这一台 530i 咯，因为 530i它的马力有258匹，扭力 40.8 公斤米，零百加速只要6.2秒，讲性能它好的没话说，这台车在任何路况下都非常好开，市区中柔顺轻快，它虽然是一台5米大车，但是一点都不会笨重哦，而且这还是在标准的行车模式下就有这样的表现。如果你再切到 Sport 运动化模式之后，它的引擎反应更快了，运动化八速自排的武功就展开了，所以它扭力更强劲，加速更强，而且你可以听到引擎声浪会变得更悦耳，再更厚实一点。虽然这不是一台性能房车啊，但是已经能够挑动你的欲望，我想这就是 530i 不一样的地方。五系列这么大台，它的操控性会好吗 ？OK，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问。那我只能说，这就是 BMW 的天赋，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神力吧。当然，核心的关键还是在于后轮驱动底盘，然后均衡的车身配重，再加上悬吊、转向、刹车，这些系统很紧密的搭配之后，就造就出人车一体的操控快感。是你在控制车辆，而不是车辆在控制你哦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那在山路上，你还是可以感觉到这台车大归大，但是它很灵巧，它很听话，进弯快，出弯也快，不会拖泥带水，过程是一气呵成。它的灵活度呢，是超越了我们对一台五米长车的想象。很有趣的是，这台车它标准配置的是舒适化悬吊，但是可以让你不加价选用跑车悬吊，像我们今天这台试驾车就选用了跑车悬吊。那你不要听到说跑车就会觉得说它很硬朗、很颠簸，影响舒适性，其实完全不会哦，因为它的本质上还是以舒适为主，
但是呢它多了 Q 度，多了韧性。好，因此呢在山路上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的车身侧倾，但是悬吊支撑性非常好，出弯之后回稳速度很快，不会余波荡漾。那因为530的动力输出比 520i 强劲很多，动力越强速度就越快，速度越快车尾的灵活度就越能被激发出来，包含像是车头的指向性啊，车身的转向特性等等的，都会更加的利落，更加的灵敏啊。所以我们常讲，当你开着一台动力很充足的后驱车时，你就更能够发挥出它的潜力，发挥出它的特质。我觉得这台车就是最好的代表。虽然说五系列它现在整个样子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它变得更大台，你可能会觉得它更笨重，但是事实上它还是一台实实在在的五系列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，我相信喜欢开五系列的人也会喜欢。530i 是一台自驾旗舰，开起来有趣固然重要，但是外表的派斗也很重要。那新五它的外形够不够霸气，我想不用我多说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而今天这台试驾车呢，还特别选用了 Individual 的金属深蓝色涂装，再搭配上同色的外观套件，还有同色的铝圈，看起来很漂亮很典雅。所以呢BMW 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只有很凶悍的模样，只要选对颜色，选对了套件，它看起来是很有质感的。好，外观上它标配了 M Sport 外观套件，还有 M 刹车套件，加上蓝色卡钳以及视光水箱护罩，所以在晚上的时候远远一看还真的有几分七系列的感觉哦，让你把五系列开出七系列的派头。好，进入到内装，它其实就是一台未来车，悬浮式的曲面萤幕、环绕光幕、顶级水晶套件等等的这些，把车子打造的美轮美奂，越到晚上越是漂亮。中台萤幕呢，它采用的是 BMW OS 8.5 的作业系统，它除了可以无线连接智慧型手机之外啊，它还有订阅式的服务哦，可以选择你一些比较实用的配备。另外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的操作界面很有逻辑，你可以试想看看哦，在这一个萤幕中呢，它可能整合了超过百种以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功能，如果今天的界面不够有逻辑的话，你光是要找到一个功能可能就很困难。但是 OS 8.5它就是很有逻辑，它可以让你很有条理的一页一页点选进去，找到你要的功能。那我相信这也是因为 BMW 早在20多年前，他们就开发出第一代的 iDrive 系统，所以他们累积起非常深厚的经验。一套容易上手的整合式操作界面呢，在这一个车载多媒体系统当道的年代里，显得格外的重要。豪华舒适是这种大型房车最重要的一环。那因为新五系列它的尺码放大了，所以它的车内空间更宽敞，那座椅的设计也更加舒适。我想这是历代啊最舒适的一款五系列。另外530i M Sport 它还标配了全景玻璃车顶啊，所以它的采光更加通透，可以让这空间感更加的开阔。好，那讲到配备呢，我想就是四个字，接近满配。它内装标配了 M Sport 套件啊，包含了 M 跑车方向盘、 M 跑车日座椅。那在配备部分他们特别加强了舒适性哦，像是双前座都有通风跟加热功能，那后座有电动遮阳帘，还有后窗手动的遮阳帘，四驱恒温空调，最后音响系统是给你 Bose & Wilkins 的顶级音响系统，搭配18支喇叭，总共655瓦的输出功率。那以上这些配备全部都是标配，不用再花任何一毛钱来选配了，给你的是真正的豪华享受。对于像我们这样喜爱汽车、重视驾驶乐趣的中年男子来讲， BMW 5系列永远是心中非常渴望的一台车。新款的5系列呢，它的格局又提升了，它已经达到了过去7系列的架势，当然现在7系列 又提高到另外一个乘风的领域。那今天这一台 530i M Sport， 它不管是性能或者操控都没有让我们失望，
同时呢，让我们更体验到更深层的后轮驱动车的乐趣。另外呢，它的舒适跟豪华也是没有变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豪华房车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试试看这台车。